中午吃照烧肥牛饭咱用。行啊，那个行，挺好吃。拿和牛做。和谁？和牛。谁做？不行，这太高级。我来。啊，做饭。你胆儿挺肥，我那是和牛。有和牛多哪儿啊？你看见吧，我吓死你，成天囤蔬菜。不是，他这个好像咋样了？我这行吗？这好像 M 九。啥是 M 九啊？我看看花纹你就知道。哎呀，我今天好好做，你们帮我焖点饭去呗。切这么大一盘，哎呦，这盘煎着吃的。嗯，两种吃法。这和牛不能炒，直接煸。你整两块先尝尝，烫手啊！哇、哦，入口即化，老香了。嗯，来吧，开始调汁儿，水里加点生老蚝，加点糖提鲜，灵魂米酒，最后放淀粉。不买和牛，拿这个也好吃啊！煎出去油别浪费了，软了就行了呗。炒软了放和牛。来吧，我的秘制调料。哎呦，这个量子。不用努力了，你们做那都是弟弟。开饭啦，饭先扣出来。来了来了来了，这饭老香了。等会儿这饭完呢，都饭完的。这整不急了，你咋不加蛋呢，哥们儿？重磅炸弹就这个。哎呀，哎呦，嘎嘎温泉。这会吃的人呢，到啥时候他都不忘本。他这还得卷起来吃，卷的人吃饭也得卷上，得这么吃。照烧和牛卷饭，尝尝看，够不着。大叔，你尝尝大叔梅，我不想吃，我只想吃和牛饭。哎呦我天，凤姐认为就这些玩意儿，就在这和牛面前，他就是弟弟，他就是弟弟。以后你就按这标准备菜啊！我的妈，你是谁呀？他妈像你是领导似的。来哥，来，哎呀，还得是你呀。